我受人下刑之难，一条蛇求断，一条蛇受梦着，无非灵玉，灵玉所求，乃天下重生。灵玉既现天下重生，不敌以一条蛇相告，何巧未当？ 一条蛇不能以天下重生相告之，一条蛇之意，可是愿为天下重生牺牲人肉，但重生之愿又启动一条蛇之愿，一条蛇多谢之出，敢为万千众生一普及。嗯。 我又记得问题：姑娘出门，先以恶，恭以罪，也说如何看开？用心定恶，有功定罪，有罪体会。若心存善心行恶事，以存恶心行善事者，又当如何？ 尊心所为，虽非一心之愿，但恶用事定起，绝不定中道待出。若恶心随顺，即无恶行，心所动不起，不言动念心业，难得初心不改定处。 凡人有心点恶，凡非有心为恶，岂可以一心多两情？动念心定，乃有因果相报。众因起，恭敬之恶，莫太严，要时机堪修；高敬一心，莫过过，动时机可穷。 今生有功，今后有罪，此乃千古定论。公以罪，以何定论？天地尽心，其行定情。若公可得罪，受其罪之害者，又该如何？公下道德的行分。 最叫应以专心，就损害教之心，有的害教之量。若受害者不犯勇敢，以用心之心化彼的气，应以真心之心修复其心者，效益。春风改动。 有时三归之用，冰冻之寒，其灵一及改之。有理，灵玉我可以告知，无灵性受定改，因为心意经不换，可谓姑娘一次灵玉。嗯，经不换。 灵玉此次之行，做归何人？天下重生。哦，一定是一大玄机。天命之道，天数顺境。姑娘此刻明了其中定数。故我就往生死并改一行，就看天机。 听说，新娘，新娘，也是找无你，找无洪德国迄个杰女。咦，也是笑笑笑。哦，伊来伫云都山，是啊，那安尼呢？我知了，洪佩山离开洪德国，就是来找新娘。 真一心，随土心去吧。我知了，是你啊，那任何消息。
我要用心息传音给你知。老孙紧张了。咚咚咚，魂变路。魂独生，你就是一条蛇。拜公教，来也不信。来吹狼，或者来杀人，现在也睡不准。杀人将不灭，定杀人吗？杀人的是我，不是教。你又杀的是何人？你是左右对等，不斩失手，不斩失手。你们过来吹胡琴，我不想将你失手。你不问又吹自琴，你我也不想将你失手。我一改工，断一改路，一条蛇金星蛇有理，金星蛇拜公混不生，有何事情？我一呼红起来，像一条蛇将秋丢不，哦。急急急！金星叔拜访一条叔，是何原因？又有何目的？